大家好。最近小编在路上花莲市发现了一个新的打卡点，白色的建筑非常的漂亮哦。现在就跟着小编进去里面一探究竟吧。哇，这里有卖饮料哎，想饮甜点室。为什么有运动饮料？我问一下。做什么？我在整理一下这里的黑胶唱片，然后顺便也拿出一些来听，这样。这里都是美惠姐的收藏吗？其实是朋友的，只有部分是我们的，就是田志轩文化艺术基金会，多数是朋友来跟大家分享的。家里有黑胶唱片的就可以拿来这边吗？对呀、啊、对呀、啊，我们希望就是这个黑胶唱片的这个同好好朋友们可以来。那把你们的这个唱片可以带来分享，甚至我们可以办一些赏析交流讲座等等，这个好欸，就是最厉害的这个其实都隐藏在民间，透过我们这个空间，那大家一起可以就知道，原来你也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太好了，这真的很适合打卡欸。接下来这个小房间哦，来带你来看。好，这是田志轩他六周年追思哦，我们今年就收集他的一些照片，还有他使用过的个人的物品哦，在这个小空间来跟想念他的好朋友跟乡亲哦一起来，大家来聊聊天哦，来聊聊他，这也蛮特殊，蛮好玩的。对啊，就是所以我把所有家里。田市长的这个哦，那种两寸的啊，大头照全部都交出来，这样子把它拼起来，这个大头侧脸的这个，其实是我拍的，好不容易就是下班回来哈，然后这样子侧着，然后我就拍它，后来觉得，这样侧边的脸好像看起来还不错。不然，如果这个是一个大头照，我会觉得他一直在盯着我。后来就觉得交换一下，如果从这个角度的话，这边是一个收音机。好，然后收音机就是，然后在晚上的时候，然后播放着音乐，然后在想念着一个人。好，那这张桌子跟这两张椅子，它其实是美琴大使他的办公室，他原来使用的。那希望他回到台湾，好来的时候可以来这里哦，再看一到他当时的椅子，然后再坐下来。对。啊，慧姐，这个好可爱的娃娃哦。对，他也是这个微笑老田天使，因为这里有翅膀。那这个大头一直是他的一个公仔的造型，角度是对着这个门，就是说欢迎光临，当成迎宾公仔。像这个桌椅都是我们原来使用的，还有这个书架也是。那我就想说，那这里也可以是一个阅读区。那桌上的书其实我们都找出跟花莲比较有关的，那其他一些是我自己的书，那有一些书是。那个花莲有一个练习曲书店，国文伟教练这些书也是从练习曲书店拿过来的，所以还在陆续增加当中。它是黑猫公仔，它其实是田市长送给萧美琴大使一个，而且这很可爱哦。对啊，牙齿白这样笑成这样。这些桌子都是可以把它搬开，我们也可以把它撤掉，全部都摆椅子，然后有可能可以一个小型讲座，讲者在这里，然后两三排，很运用，很自如，对，然后或者开会，那或者讨论事情，就是或者人比较多来的时候，就可以坐在这里。欢迎收听 Miss You Radio， 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是小君。嗨，美慧姐。小君好。嗨，欢迎你来小李电台。来看看我们，跟我们聊聊天。谢谢美慧姐，圆了我一个小小的梦想，因为我从来没有接受过电台的访问呢。因为我曾经是广播人啊，就是说，那如果田志轩文化艺术基金会在这个新的场域它是一个艺文的空间。那就这里就是一个以声音为主题的一个艺文场所。那如果跟电台的这个些设备比起来，这当然是一个非常的缩小版。这些设备其实它都是可用的，都是我们在使用上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器材，你就把它当成道具。对，那就是拍照的一个背景。对，就是摆设这样子，这样就好来打卡。对。
你看怎么那么瘦哎、欸？不是，我有果装被抓了。我们以前其实在广播记者的时候啊，我们也是背这种这么大一背这个去录音吗？然后访问啊，好像一按，然后就麦，好就是访问受访者，就我们都背的大概也是这么大小的一个，那有背带，好，那这边就可以录音，留下你想要留的一段话给你想念的人。限定几分钟、啊？对，都没有限定，我们都是卡带有30分钟，你可以讲、慢慢讲，畅所欲言。对。那这一件就是把，就是来听，刚刚是录嘛。好啊，这个其实它也是一个复古造型，但它是可以用的哦。那就是说，假设你说你留了言给谁、那你希望他来听，我帮你联络他，我们帮你联络他。因为我不好意思联络。刚进来的时候发现说，哎、欸，梅慧姐这有运动饮料，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要来。这里是运特运动饮料的地方吗？其实这里很好运动啊。对啊，这里很多人在运动啊，散步走路啊。累了，然后运动。他可能不想喝没有味道的水，但是他又不想喝茶，也不想喝咖啡，运动饮料，那就来点运动饮料。刚刚好，这是我们自己的解释。哦，很棒。那我们就来到想你甜点室哈、那这里有一个超级无敌豪华的甜点柜，这是我朋友借我的。真的是里面充满朋友的爱、欸。对，真的这些都是。他当时借一个这么大的甜点柜，而且他打开灯真的是非常的明亮哦。好、你看他这不是已经开灯了吗？对，就是开灯嘛。对，所以他一打开就会觉得哇，很缤纷。这一盒就是其实我们也有在执行一些辅导哈，协力小农、青农的一些工作哈。所以我们前志轩基金会，我们有发行了这个里里人，就是育里跟副里的农人哦，职业哦，职人哈。他们的一些生产的产品，我们把它包装起来哦，可以这样子哦。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是他买了200份，一份就是一个蛋糕加一杯咖啡，他买了200份，然后送给医护人员。哦，我们已经把这个200张的券都已经交给门诺医院，就是也可以做爱心这样的一个方式，把爱传出去。对，真的甜心。对，而且我们给他们自己来这边来挑选他们想要吃的蛋糕，就带着券来兑换，然后他们就可以来，甚至又觉得他下一次还可以来要吃别种的蛋糕。对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我们互相的一个善的循环，大家来这里认识我们一个声音为经营主轴的艺文空间邀请大家一起欢迎来拍照打卡吃甜点，也可以跟美慧姐打招呼。对，就是大家很多人会看到我站在路边。